俗话说秋天养肺，现在秋天到了，网友问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中医师说从夏天到秋天，气温降低，早晚温差变大，除了要小心肺部、气管等呼吸系统，还要注意皮肤保养，因为秋天开始变得干燥，身体水分容易从呼吸及皮肤蒸发，会出现干咳、打喷嚏甚至便秘等症状。中医师提醒每天至少喝 2000cc 的水，外就是要吃一点比较白色的食材，然后比较润的，比如说像蜂蜜啦、百合啦、山药啦，还有牛奶、豆浆、水梨、柚子等都是养肺的好食材。会让你比较干燥的一些麻辣啦，或者一些比较重口味的还是要少吃。另外像冷饮、瓜类等寒凉食物也要少吃，以免出现咳嗽、痰多症状。民众也可到中医把脉问诊，以个人不同体质搭配不同的中药材，以养血补气，保养肺部健康。生活中心台北报道。